这个项链好像有东西啊，兄弟们啊！109级的武装冠，名字是系统随机起的。2016年1月7号的老号啊，鉴定出了一个法系的梦想，还带了简易啊，就是给梦想插上翅膀啊，起飞了。245先减去12，灵力是233，再减去个7，219 226，最极限的219啊，也就是这个项链最终的话爆了的话是7点啊，可惜是武装的，武装的它也比其他的人爆的7点灵力。这个像这个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219的项链简易的是4万，这个是219加7 226，你觉得是多少钱，兄弟们？这是一道数学题啊。假设一个非专用的项链219的话是4万块钱，那么226的专用的话是多少钱啊？这是一个填空，找数学里找规律啊。然后要看这个号的底子，129级，人修弄满，宠修全弄满，技能弄满，大概是大概花费2W。宝石钱的话大概是花费5000，套装的话大概2000啊。号底子补满大概是一个2万啊，宝石是0.5，套装是0.2啊，这样的话差不多是2.7啊，还是值钱的。嗯，老板，我觉得还是值钱的，我觉得比非专用的极限肯定要值钱。我花4万多买个219的，我不如买你这号自己从头开始练。129级满底子2万块钱啊，是够的。嗯，